Zombie Apocalypse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来介绍一款 VR 界的顶端战时空艾利克斯 Half-Life Alyx， 由 Valve 开发兼发行，于2020年3月24日上架 Steam， 原售价898，现折66%，只售305 NT， 共有7万片压倒性好评。战时空艾利克斯是一款已经推出的虚拟实境 VRDE 人称射击游戏，故事发生在战时空2之前，玩家控制艾利克斯凡斯和他的父亲伊莱在对抗合成人。这是自2007年《战时空二》二部曲以来《战时空》系列的首款新作。游戏发售后获得了业界非常优秀的评价，其中更是被一些媒体称为 VR 的杀手级应用。必须使用 VR 设备进行游戏，它支援所有 PC 相容的 VR 头盔。Valve 表示，他们没有计划推出非 VR 版本。They're gonna find out what he knows, and then they're gonna kill him. All this is my fault. I never told you. I couldn't. I'm so sorry, baby. You will not save him. Alyx Vance alone cannot predict his fate. Close your eyes, honey.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游戏的话，赶紧手刀加到愿望清单中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帮我按赞并且订阅，你的鼓励与支持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。如果你有想说或者想补充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。